五月一日下午，据某平台数据，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用时7天17小时28分，打破中国影史最快破30亿纪录。此前最快为流浪地球用时9天15小时2分。而该片于五月一日凌晨以27.8亿票房超越速度与激情八，成为进口片内地票房新冠军。在全球方面，截止北美时间周一结束，复联四全球票房报13.4亿美元，约合人民币90.2亿元，北美约3.95亿美元，约合人民币26.6亿元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